风光最为盖，生意两道两边我算，儿啊，这便是咱家烧钱抠门谭总明。开门来，来来来了啊，这你莫非就是众人小子气吗？人得不错，你是活人。是呀是呀，我道正人的不错，我不是别人，我便是你那哥哥众人岁回家来了。慢住，你现在在门外等回人家招呼一声呀。好好，我就站在门外，你先与我拉手机招呼一声也好。当家的，做什么呀？门外有人放你哩。什么人呀？别说是你哥哥回来了。我哥哥像我哥哥的陕西精神20余年音信全无，怎么突然给回来了？还来了一个16岁大的男孩子。哦，大概是在外边发财了，领回来个小伙计，这银子怕带的不少啊。穷你连个讨饭吃的差不多，还有什么银子？像他这个样子正好意思回来，等我先看看是不是我哥哥。哥哥在哪里？兄弟在哪里？兄弟在。兄弟呀！弟兄们多年没见面，相许今儿得团圆。哥哥请坐。哥哥呀，哦，这你在陕西经商这买卖可曾如意呀？哎，说什么如意不如意，俺得生怀故乡也算是万幸。哦，完兄，完兄，兄弟呀、啊，哥哥，这你如今也去侠气是了？哦，为弟如今也去侠气是了。哦，贤妻过来，可以哥哥介绍个礼。哥哥在上啊，弟媳有礼。免礼，免礼哦。啊，兄弟呀、啊，啊，哥哥，这你如今也得下字了。哦，为弟如今也得下字了。哦，牛娃过来，快你背背做格义。小侄说是你来了，来呀。
吧？这你回来立下谁家这孩子呀？这便是为兄我的儿子。来来来，欢迎少妇少母相陪。你说的二郎也想你，怀抱你腿早又让你哟。哥哥，咋的耍走？咋？哥哥请坐。你看，你哥哥回来没带下银钱，还给咱立下这么大个男孩子，这分明是回来反嫁的来了。将来岂不是咱的后患吗？你先去问他，这个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要问你，要问你。问去。哥哥呀，哦，这你回来到底立下谁家这孩子呀？只管对你讲说，这是为兄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难道我把别人家孩子领回咱家，这不成？那你这个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话问的真来的可笑吗？哥哥给我，哥哥给我。我的哥哥，话不是这样说的。你在外边娶妻生子，家中并不知晓。如今你拿这无凭无据的话，怎哄得过人嘛？你就说你娶过12个警察，可谁见来嘛？好我的老哥哥哩，不是兄弟媳妇，我小量于你。你看你啊，穷成这般光景，你还能套得起个老婆？难道人家谁跟着你啊挑祸坑不成？这是谁家的娃，仍然送回谁家？咱这家里可连个杂木新鲜都没有，怎能要这外姓子人？外姓的总美，阿哥呸！哎呀，天地啊，团团圆！我们虽然是两家，现在的国防赵子年满腹委屈，都是一样，哎，好不气呀！哥哥，哎、哥哥，气杀人了！哥哥，哥哥，好，我的哥哥，你先不要生气嘛，你总是我的亲哥嘛，回来嘛得和赢钱，兄弟把你养活到老也不要紧，只是这个莫哥莫弟的孩子，我是万万不能承认的。你可知晓，先人遗留下这份钱财，你我均有应得。你我分上一份，这个孩子扔也在你，不扔也在你。啊！我晓得你立下这莫根莫地的娃，指望着回来可分家道呀。嗯，你晓得倒不错哟。是啊，你是哪里的神，哪里的鬼，跑回来分我的家当，分不成，分不成。
搞的？搞得了，咋就搞？我要上前去搞你，和你到堂前搞你。老公的本事我不缺，哪和你把堂公去？下次一切教育你。先告状，我迟疑。我的二伯父随父去，姐姐，先生今儿应有应酬，不在书馆。母亲怕我和旁人孩子打架，命我在家读书，因此请姐姐同到庭前学习女工与弟作伴。哦，原来叫姐姐与你作伴读哩。啊，兄弟呀、啊！七情创明几经，正是斗数之时，有姐姐与你作伴，你还是前行的。Thank you.
生这首诗真是体贴入微，妙想铁成哦。啊，兄弟啊，你斗地生无数，今次这样赞赏不绝。啊，姐姐，这是我宁川先生用心嘉娘的一首五言绝句，读起来很有趣味，故而随口赞赏了几句。赏了此句，你与姐姐娘来来姐姐听，看你评语恰当不恰当。好，姐姐你请。前两句是三儿如初夏，洗手做羹汤，只是金丝龙丝倒还没有什么。这后两句是为俺不实心，先前笑不成，这两句嘛真是绝妙的佳句呀。姐姐，这首诗若不细心完美，绝体会不到它的妙处何在。你想，才出嫁的新娘子，过了三天便要入厨操作，若做出的羹汤不合婆婆的口味，岂不又是体面？若能让小姑先尝，咸、淡、酸、辣，没有差错，然后捧镜，自然能得婆婆的欢喜。所以，我给她加了体贴入微、妙想铁成这八个字的祝语。是呀，姐姐，给咱母亲说，将来给你寻婆家的时候，必须要有个孝顺，免得你做羹汤时不知所措，做又为难。话不好好读书，若被母亲听见，说你荒唐。姐姐说的是，你做活，我读书。
将从前一亲之事与他们说明，也省得东家说媒呀，西家求亲呀，惹出许多麻烦。嫂嫂，他二人两相无猜，如把此话与他们说明，恐怕他二人从此聚首起来，多有不便。我想再过两年与他们把话说明，继承大礼岂不是好？三娘啊，你还不晓得，悲存阮子庸为人极不安分，想骗你这个姑娘为妻，每次同我做媒，我也操胡乱推脱，把那阮家公子都得罪下了。竟有此事！哎呀，嫂嫂，若要他们成为夫妻，先要说他们不是亲兄弟，只是那一层意思，若比喻从孩儿之孝，他乃人大心大，要往山西寻找他父中人水，叫我如何处置？嘿，这也是一件难事呀。是呀。这姐姐是你包养下的，他兄弟是你亲生的，这样一来岂不千拖万拖吗？哎呀，喵喵喵，还是王大嫂想的周到，今儿就与他们吧。母亲惨，万宠女儿，母亲，你二人今前听娘，姐姐原不是我娘亲生的，叫满地要你做子证，于春孩儿，妈妈，你是你娘亲大嫂啊，你姐姐是你母亲自幼儿包养的。姐姐，你听见了没有？我是咱们娘的亲大嫂啊，你是包养下人家的周花娃。我晓得你是亲生的，可你高兴成什么样子？亲生的气场，我可怎能不高？你
姐姐。还有什么事呀？你晓得你母亲只有儿保养下你姐姐为着活来。晓得呀。你晓得，你晓得什么呀？我母亲见她没有女儿，因此保养个姐姐给她做女儿呢嘛。你母亲从前把你姐姐当女儿，如今你母亲想把你姐姐给你。给我？给我做什么呀？给你做媳妇儿哩。我这突然不行。这你母亲还在当面，我岂能与你们当货？况且我还是你们两个的媒人。儿啊，以后成了亲要重重的谢媒礼。儿啊，此话当真似实，如今你们是姐弟，而后便是夫妻。怪到了我长这么大，我母亲并不曾与我一起，却原来就是他。哎呀，这不是兄弟怎么见面呢吗？嫂嫂，请请。叫我和我姐姐不说话，却由得了我吗？姐姐，咱不管他那些事，走，咱到后院耍走。姐姐，你不要熬煎我，你这是给咱祖家唱媳妇的，母亲的口味你是知道的，就是我有个小姑也不要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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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无车时，坐得七品官。哎，本县艰险事，奉祀至五台仙寺，昨儿接了一张状子，请借汉司礼器，今儿升堂审理人矣。有周人向周人随兄弟二人可曾到案？都在堂下伺候，还他们一同上堂。是众人随周天佑上堂。叩见大老爷。这你是周人随？是小人。周天佑可是你的儿子？是小人的儿子。你这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与吴老爷从实地回来。向他在陕西经商二十余年，影响全无。既然娶下妻生下子，难道都不给家中写一封信吗？哦，是的呀。哈，大老爷，小人已在陕西经商，因为资源不佳，生意萧条，不便与我那兄弟嫂诉，总想等到手中宽裕再修家宝。虽了这个买卖一年不如一年，因而小心收割，还望大老爷了情。大老爷，照他这样说，在外边就穷得说不成了，回来没得还赢钱，穷得像个乞讨的，还能娶得起个老婆？难道人家老善把女子往沟里推的，娶不起老婆还能生儿子？还把你说的毒的哟，一胎就生了两个，你看看看，你就是没有子嗣，兄弟那个儿子一可把咱这门户顶得住吗？你何必将这伪姓之人领回来，乱先人的尊位？况且一姓乱宗是屡有明经，大老爷来精通女理，还望明镜高悬，男女嘿嘿出端呐。
个话讲的倒也有理。啊，大老爷，小人来此累再澄清一二三几件来。大老爷若还不行，可向陕西海城县县问查询，自不来水落石出。嗯，你这个话讲的也有理。老爷，谁有理呀？啊，谁有理呀？啊，到底谁有理？你二人都有理呀、啊。两朝讲的都有理，本县县长有此意，与陕西兴安插相识，让繁华要分四季，是咱爹写杨继去，咱家子咱不用你。先来有还周天佑上堂。是，周天佑上堂。叩见大老爷。周仁绥。老爷，你总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周仁祥。老爷，你总说这个孩子不是你哥哥的儿子。不是我哥哥的儿子。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娘人不必争辩，本县自有道理。大老爷前端。哎，哎呀，像我从前都过日南县县转，尚有陈爷爹写人情的记载，今儿审理此案就刚好用着，可见这做官欢喜要我们都是子人哦。周仁绥。老爷，你这个儿子是真是假可瞒不过本县，已经是言贬值分晓。大老爷真生是言，我将你父子二人的首字用针刺破，将血跌入水盆之中，若想用火便是亲生父子，若不用火便不是亲生父子，已经是言，当时就分辨人矣。有，取苗针端一盆水上来。是，老爷，这恐怕靠不住吧。啊，愚民无知，你懂得什么？禀老爷，书上记载，岂能有错？禀老爷，朕奉起笔，放在堂口啊。周知严正，加四押。
这娘人的协议并不沾火啊，本县可以断定你也不是他的父啊，他也不是你的子。哎呦，这是谁家的孩子，原归教育谁家，没有异姓乱宗人。哟，将这个孩子送出县，证明他自行归宗了。啊！这可就是你送死，送死你一帮难道死。平安一姐大殿推堂，老爷冤枉。冤枉！狗花抓人，还不
到了，到了，到了，妈妈，见了你母三妻子儿，妈妈忒来几点？母亲。美中又与万岁结缘梦。大爷到了，一元的，一计而行。啊，元木啊，你们走什么的？走什么的？这便是阮公子，听说他约某去世啊，抬来吊孝。怎么你连结账都不认识了？来来来，快把六呈上。买口苦刀。谁还没有见过官？雷川，我来问你，难道你母亲一死，你还想美情不成？呸！我且问你，你家公子这门亲事可有媒证？我二人便是媒证。可有更帖？有。加开。证件都给我撤了，这还了得？媒人面前竟然赖起哄来了！你们瞧得血口喷人！这门亲事是我和他母亲商定，着他借第二人成亲，第三娘在世，便不曾将他女儿许与别人。你们瞧得胡来？我晓得是你老妖精从中作祟，将来告到官上，把你也弄不了。高人，你们凭什么高人？凭什么告人？咱们这么有利的事情，活存把他告不到。你往城市一上看，那有请借地做夫妻的道理。看我给他下，会请乱流大张粉花八个字的注意，把他告到告不到。人家并非请借地，你们休得胡说啊！哎，李玉聪，谁说他们去？难道你是你娘包养下人家的娃吗？我是我娘亲生的。我姐姐那是把我想别人家的。啊好，只要你说你姐姐是包养下人家的，这个官司更好打了。看我把你姐姐的我生辰八字记得清清楚楚，将来见到官再说。大爷，人家不认你这个女婿，非告状不可。告状就告状，令他也非走不脱。你家姐弟想成亲，和我家公子要退婚。你还从中做媒人？哦，你人气来了，你不认亲？成亲！
弟放心。不好。请猛虎下山，待俺搜搜夺品。Thank you.
说去，你还是我的乡党，我也是五台县周家亲人。你也是周家亲人，你去和我同村，我怎么认不得你呀、啊？小姑娘，你们所不知，是我随着父亲刚从陕西回家，未曾立足，家中便生事端，爹妈不曾相识。啊真的不错，小姑娘，你看天色已晚，你还要上山求钱找寻老夫。小姑娘在此等候你家父母，我便去也。哎，娘啊！
小姑娘，这个蜡烛是真的呀？你看这空伞无人，我不拉你可再拉谁呀吗？哎呀，尽管对你这样说，我父子今上午下落，我还要上山求钱找雪，这个蜡烛真的呀？你咋说？你二老不知下落，就给自己去找啊！这我拉住这的，咋说？哎、小姑，你和我把我二老寻着了，我放你走就是了嘛。哎呀呀，你看这为难不为难些？如今我连我老人都寻他不见，谁还顾上找你老人？你咋说？哎，小姑，相公这一去，马虎再来了，叫我该死呀吗？该活呀？哎，老虎已经摔死了，你再没有打怕。老虎死了，老虎死了，一会儿再来是个狼。哎，那个就越发不得活了。哎，你真是不见老子不见娘，前怕老虎后怕狼。蓝灯，让我在这等着，大王不查。我奈何，常言说救人出水芙蓉。
随你寻找你二老爹娘也就死了、啊、如此走走走走啊，前行，拿刀，坐在这里等着，不问老虎不成？这一少年好友不死，是我四处找寻女儿，寻她不着，你却将她再次拦住，拉拉扯扯，哎，扯火蹄痛，哎，这是把人冤枉死了。爹娘啊，人家是好人，再不要错怪人家了。看我们人家孩儿咋被老虎叼的跑了呀？爹娘啊，你们把他当救。活人啊，他是活人呀、啊哎！他就是咱家爹兵的周老妹子子，刚从山西回来，家中生了变故，人家上山找寻他父，再次相遇，你不与人家道谢，反怪起人家难得了。相公啊，老夫实在多有莽撞，相公你千万没有见怪呀、啊、这个这个这你父子的遭遇老夫一概尽知，来来来，这是纹银十两，拿上作为龙头盘费，也好找寻你夫。来，拿上。拿上啊！孝顺之贼为难之子，这十两银子嘛，也不敢推辞。老板转赏，收我一半。不白了，哎，不白了，不白了。我见过个啥呀？那十两银子就给他磕头呢。儿啊，你看咋与他家房连接，地连接。安利，你还要把人家叫哥哥呢，
况且人家又救了你的性命，快快上前拜见你的大哥哥。快去，快去，快去！当真成了哥哥了啊？不叫哥哥，不叫哥哥，该叫什么呀？快去！把你叫上一辈子哥哥，那何单说？相公，话不是这样讲的。我女儿现在把你叫哥哥，这以后嘛，就不用叫了。不叫了也不要紧。哎，你还是没说明白嘛。相公啊，老夫与你们打破了说。你和我家姑娘今儿认作兄妹，一二便是夫妻，老夫当面许请，绝不食言。相公你意下如何呀？你意下如何呀？老辈如此厚爱，小僧何为推辞？用一小苗，你们再歇一宿，明儿一同上山了啊。上山不了得家训，兄母爹爹啊，副文长山判断叫我给送圣去院，
原来有原被告可曾到案？都在堂下伺候，唤他们一同上堂。是，原被告上堂。叫什么？李玉春。李玉春，这一女子名叫什么？李万春。李万春，怎么都姓李？这个名字也像是亲姐的，模样也差不多。李春，你将她叫什么？小生现在把她叫姐姐。你我说你将她叫姐姐，她便是你姐姐，怎么还加上现在的儿子你？老爷有所不知，我母在儿与我王妈妈为媒，将我姐姐许我为妻，所以这个姐姐便是现在的。胡扯，既是姐弟也能得成夫妻，你还明目张胆的连人要退亲，竟然还说有媒人。这婆子有，他姐弟二人要做夫妻，可是你的媒人。他二人虽是姐弟，并非同袍，所以我与他们做媒。就是备受姐弟也不能啊。也不是备受姐弟，他姐姐原是他母亲自幼儿包养下的。包养下谁家的？原是一位陕西客人，如今也不知哪里去了。你还说的我没底没面的我话吗？当老爷，照他说，他兄弟是亲生的，他姐姐是包养的，他兄弟没有说亲，他姐姐乃3月28的生儿，活人不知哪个不孝。况他母亲把他女儿许给我的时候，连生辰八字都开着来了。如今他母亲一死，家中只有他姐姐两个，不知做是什么苟且之事。妈妈，我视而不看。哎，还有这婆子，从中挑唆，哪儿我与岳母前去吊孝，竟然没回，把耕田都给我吃了。我这番起诉并非为了晦气，大老爷上香，拿我这样的家当，哎，人呀，活从没有个家奴，只是姐弟成亲，乱伦必须，伤风败化不可为勋。孝生乃为正值风华期间，因而起诉，还望大老爷签断。嗯，你这个话讲的倒也活情活理。大老爷，阮子庸对李万春许意已久，屡次同我做媒，不能如愿，因而假造耕田，收买媒证，望大老爷放查，自不难水落石出。这可有放茶的什么？本县自有私烟的房子，人有去苗针端一盆水上了。妈妈，既不是亲姐弟，怕他们怎的？禀老爷，朕捧起笔，放在堂口啊。本县我一死便知，快将手子传出来。
你们大家来看，他二人的协议渐进斩活，分明是陈骨肉，你活能瞒我？不好！借点燃还有火速，这你干个什么？我晓得你也是力屈词穷了，论起情由本该大家最知。姑娘你年幼无知，却从宽念。这一婆子哟，你怎么是既爱说媒可又怕跑路？你怎么跟人家亲亲的亲姐弟说起媒来了？然爷哟，把咱大嘴巴的我刑具拿上来。是。老爷，我实在的冤枉。什么？你冤枉？我老爷实在寒窜，铁眼磨窜，搜到五车司才坐下小小的七品官，为你这案官司如此炎热，把我从山西五台县给山斗火地调着来，难道你还有我老爷冤枉吗？人已哟，大罪！老爷，大多少？五十。老爷，我实在的冤枉。妈妈。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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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老爷，大起。反过来照这边再打五十。老爷，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老爷，大起。站在一旁。我看你还冤枉不冤枉？阮子庸，老爷，当初偏定他的时候可有耿切？刚一回屋，老爷，他把耿切跟我扯了，可有没证？哎呀，没证。元奉父母之命，又有媒妁之言。即合赵光之力应付讨要之事，阮子庸，老爷，当堂令人，莫要他姐姐二人再到一处此案一节大殿推堂。儿啊，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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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兄弟，姐姐。
可笑。姐们，这叫英正好收场啊！来生有酒去当醉，一把美酒入罗帷。喝酒，来来，走，喝酒，晃晃。美人，这里有酒，咱俩喝个活敬杯，好入洞房。再倒，再倒，倒。公子，再饮一杯。美人，thank you.
起火四得团圆，此男儿公堂一上与我姐姐分离，闻听人说我姐姐与当儿夜晚逃出阮家，怎奈四处遭凶，渺无踪迹。我只得离乡渡河，遭凶一番。来此一时曝光，不免歇息片刻再行。见礼了，还礼了。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我从五台县而来。一路之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并未遇见。哎，难见的姐姐。仁兄，你提哭为何？哎，仁兄急忙听仁兄，你那
半个县大老爷，怎么也拿这个爹些人情还请人来了呢？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哦，他叫什么名字？名叫金心树。哦，不错不错，他就是我县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我也还的。爷爷来见仁兄，你也吃了爹些人情的亏了。老子把你开来喝，给我母亲来一个家中藏，不来没辙。原来如此，令人可恨。仁兄。你与何往啊？我名周天佑，家父曾在归县做过生意，我也是那里长大的。哦、仁兄，你与何往啊？四处漂流，行走不定。请问仁兄，高明上行，欲往何处寻找灵界？小弟李玉聪欲往平阳一带找寻佳节。平阳一带却不得了。却是为何？只因犯病难犯，攻破偏关，烽烟四起，平阳一带已是阴虚受惊，行路之人多有不便。唉，我如今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有心存人宝贵，只是恐有满腹金龙，永废其词也是枉然。仁兄，我哎呦，惨在容母分析草书，正好大展宏才。三番前去入蒙首楼，回客随军北上，寻人得遇，也随你我之愿。请问仁兄，眼下如何？哦，小弟愿望，请。仁兄，你原是父子离散。小弟我姐弟夫妻不能团圆，你我骨苦伶仃，同病相怜，以为弟之间，杂人界外患难兄弟，仁兄意下如何？为弟正有此意。啊，请问仁兄多大岁数？一十八岁。为弟也是一十八岁。仁兄今儿生辰？九月九儿。为弟也是九月九儿啊，这才给起业了。照这样说起，你我虽改为兄，虽改为弟呀。你我皆是同坑，互为兄长，有何不可？你我对天一拜，一拜了。天爹爹当爸爸，后边小俩真可爱。想你来，四海兄弟想拉Thank you.
来。
兄，像你这样遭遇，总不免转世苟活。这两案官司都是这个奸细叔家人害到这步田的，哎，倒不如咱人同奔县衙，几顾恨人。你父子那一案，我与你作证；他夫妻这一案，你与我作证。睁眼辨明，你向他要儿，我向他要女，看那狗官司如何发落。哎呀，我的王大嫂！大嫂见冤枉，从前敬我自己，如今有善人之愿，将来是菩萨行朝，令人上甘被捕。我如今也是苦笑于生，还要这条老命活用，死不你吃，你我一同前往了。两口子有什么冤枉？我在家中想活，把吴老爷这个堂鼓掐的当儿当儿的，吵得我连事都看不成。你们围着谁来？我就围着你来，我就围着你来。你们俩吴老爷有什么怨，有什么仇？我晓得你会解释，二人才来不逃，留下来了。这你们都叫什么名字？你老子周仁绥。我便是陕西韩城县你王马。这老头你莫非是周仁祥子兄？人的不错。这一婆子你莫非是李玉川的媒人？也不错。原是哪两案官司？哪两案官司？我老爷与你们断的清清楚楚，你们还有活说？哎，你管！
胡凤祥还得我严老爷莫下场。断的清清楚楚，写的个明明白白，你二人相思不服判决，混到公堂，你说是不是？狗官！我的儿子周全勇，便是这位王大嫂无要成人，今儿证人在此，你且问过。此案已结，再不要东拉乱扯什么证人不证人啊！我这个爹些人情。啊，也是从书上看下的，我还能错？周元帅，你若不信，你那兄弟也有儿子，何妨把你兄弟和他那儿子的血也试验上一回，叫你知道人家亲生父子的血是没有不用活的。我就全然不信。不信了，当堂试验。人一有，火钱一支，收起周仁祥父子到案。领钱。这婆子，照你说，这个周天佑和李玉川还是兄弟两个？那是一胎所生。那你从前也在堂上回的明白吗？言说这个李玉川是李三娘亲生，那么这个周天佑也就是李三娘亲生，怎么如今都成了他周家的儿子呢？这其中有个情由，你不晓得？什么情由？只因李三娘无子，才保养天佑子弟作为命令。成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要还本宗，因而打个颠倒说他姐姐是包养下的，他兄弟是亲生的。你岂不是当堂反攻，信口开河，颠子倒子，由你一个随便一个乱说呢？你莫要多说，说了还要打。对啊哈，官司又传唤，莫非又要把案翻？叩见大老爷。周仁祥老爷，本县与你从前断过那两案官司，你哥哥的我心中总是不服，与本县之间把你和孩子的血也试验上一回，叫你哥哥知道本县这个爹血认亲是一点也不含糊。老爷，我这个娃可是正妹失去的，可有试验的什么啊？正因为你这个娃是正妹失去的，所以才要试验。你要知道，真金子不怕火炼，是亲娃不怕试验。叫你哥哥看上一看，他便晓得本县这案官司一点也没错断。对，轻的假不得，假的轻不得，任凭大老爷试验，看他还有活说。任意哟，快把咱那一套家具搬上来。老爷早都准备好了。周仁绥，说是你来看呀。我与你今儿再试验，你来看。管
叫你要不审他瓜，说起咱拉爹一家，这摊儿的协议并不沾火，这才给气了。够了！据你说，你这个法子一点也不错，来到我兄弟这玩意是假的不成？假的不成？是啊，我起码是现在他乡，来到我这个娃不是我老婆亲生的吗？你咋不要骂我？我马下个骡子也是世上常有的事情。人来，有，换周马氏上堂。是，周马氏上堂。你是周马氏？正是。你与吴老爷从事的会，他是谁的娃？哎，他是我的娃母，我又问的什么了呀？晓得是你的娃，只说是不是他的娃？不是他的娃，可是谁的娃些？啊，吴老爷已经申请问明。你的我嘴里还敢呛，你敢呀？你再呀啊啊啊！你再没有外遇，我以后连死都不见了。你与那个男子私通，不动大刑量，你不看师长，来呀！大刑伺候，足足足了。瞧你这样决心判案，势必将我周家子孙断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开斋期间，你正当的岂有此理也？马上过关看火药。民警个坏脑公堂，办了办了办了！白盘侠，禀老爷，白盘侠，有枪，有请。在这里结下人情，将赵家父子拆散；后来又在山西结下人情，将林家夫妻分离。如今赵家儿子是平阳大营的游击，林家儿子是平阳大营的残军。
二人禀命大帅，大帅发下北派权力青年，说是你死也在这混，活也在这混，就败在这混，上面混在这混，说三，你想什么？这实力小人，不念少主之情，不顾嫂侄之意，还有什么面目在此啰嗦？还不快一个滚滚！啊，财官大人，你看看老汉拍子行起，还望财官大人带我一头前往啊！那是自然啊，周老太爷，听说周里二位大人都是你的儿子。他还是李大人的媒妁，周大人的祖母，到了平阳大营还要禅为我辞啊！我晓得你会解释。日老太太，我晓得你会大罪。他吴太贤、永正杰即刻撤场。来了哟。都与周老太爷、日老太太一同更衣大轿进城了。千岁北派高大营，今上无消息，千禧那儿已在五台山上虎口之中天界良缘，我已与我那家岳张兄叔速将我那妹妹送到营下，却怎么至今还不见到来。兄弟，你一出，一路坑人，别询问，他只是
在营门外东张西望，又得何事？请问你这营中可有一位李村？你是他什么人？竟然直接唤起李大的名讳来了？那是他姐姐前来投请，烦劳与我同病一生。哦，你且稍暂，待我禀知我家大人之后。禀大人，李大人的姐姐前来投亲。哦，那像烈然兄的姐姐和我的姐姐一样，传出有请。有请。哎呀，我当真扔得不错，下次前儿一再中途未曾看见。兄弟姐姐在哪里？兄弟姐姐在哪里？姐姐。见面吗？就瘦成这个样子了。姐姐，你把人认错了，我不是你那兄弟。怎么，你不是我兄弟？那谁叫你把我叫姐姐？我见过你的面，难道俺就认不得你了？哎呀，怪到来前儿也在中途相遇，你大正两年生硬撞认不得我，看起来你才是行者年牛也。姐姐，你把人认错了，我当真不是你那兄弟。你总说你不是我兄弟，我且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周，名叫天佑。怎么说你叫周天佑？哎，他怎么连姓也给卖了，名字也给换了？我什么时候都卖过姓换过名字吗？难道你将姓名一变就将他瞒过去了？就将他瞒过去了。哎，你又何必费这等苦心嘛？我也明白你的心思，自那儿将我端于阮家，即被人当堂领去，势必与阮家成亲，因此你和我恩断义绝。哎，就是这样，哎，你也给问我明白，为什么见了我，哎，又说你姓张，又说你姓王？难道我是瞎子不成？哎，我是瞎子不成？姐姐，你先请坐，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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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姐姐呀，姐姐不必啊先上课，听我把话说半明，我这里才人把他请，等他来咱好说相请。人来。在。速请李大人过迎。是。报。禀大人，驾月昭玉大人速请来了。速请来了，传出有请。有请。哎呀，快到来堂堂姐姐，有
还累了。哎呀，兄弟呀、啊，你如今有了妹妹，怪到了你不认姐姐，说是你。还不见到来，转个亲自去请啊！李仁兄拉的太迟，换装我张口不冷眼。只怕有人把我金眼说姐姐当门狗，当门兽。不要一团结，自见又可以做大题。贤婿，为什么把我成贤婿？我的话我全然不晓，想必你把人扔错了。慢着慢着，我母女刚才进门的时候你说的语语相投，丝丝不错、哎、并没有说把人扔错的话嘛，怎么出了个门打了个转身换了这身衣服，二回回来可说我女儿把你给扔错了，哎，全当他两个都把你扔错了，难道我老两口子把你也扔错了不成？扔错了不成？哎，贤婿，哎，贤婿呀，哎，就说我妇女方才进来的时候，你扔那个，哎，不扔这个，如今出门打了个转身，换了这身衣裳，你又扔这个，不扔那个。你如此颠来倒去，难道被罢了不成？哎，被罢了不成？哼，这才是有口难辩呀！人来，
你家大人到底向哪里去了？我家大人好你不着，亲自请你去了。哎呦，恐怕又走了岔路了。追他追吧，来双跳，却待我骑龙没上头。哎，仁兄，你怎么才回来呀？仁兄，咋可以人家往牛背里说？姐姐，这时候你该人情背了。妹妹，这时候你也该人情背了。姐姐，我便是李玉错。妹妹，我便是赵天佑。我当真是你那兄弟。我当真是你那哥哥。哎，慢着慢着慢着，这娘人到底谁都是谁嘛？哎，快与我们说个明白，哎，也免得我们胡搅冒答应。岳父岳母，他是陕西人，名叫李玉春，我便是那儿已在五台山上与你女儿打老虎的那个周天佑，我二人是结拜弟兄，如今你该认清白了。认清错了，认清错了。夫人，你可要认清楚啊！认清楚了，认清楚了。儿啊，你可要把人认清楚，以后可不敢把人认错了。姐姐，这时候你该认清白了。大刘兄弟，不对不对不对，对着你，对着你。姐姐，只说你那儿到了阮家，是怎样脱身来到这里？上午下落，这却如何是好？让兄夫有遭人的冤案，已禀明大帅，先问陕西韩城县捉拿八寨民女、万恶多端的阮子庸，依法严办，然后另发
回派，先去五台县道来，将俺几人指证明白，命他单尊兄的老辈，岂不甚好？如此甚好。好。大人，将五台县带到。你们请到后堂。姐姐请。让爷亮相伺候在我台下。五台县的人，官司尚不明白，请你爹下人情，你看如何？大人，我再也不敢了。爹下人情，软死你的硬家伙，有我不敢。我再这儿的不敢了。说什么不敢说？死你来来来！今天把二人也试验一下，看二人是亲兄弟不？是。这便是周礼二位大人，想当初都是在我按下跪过堂的，怪到周老说他二人那是一母同胞一胎所养，果然不错，果然不错。这你二人那是一母同胞，我还有私言的什么呢？好一狗官，这就不是。从前说我父子不是亲的，后来说他姐弟二人总是亲的，今儿说我二人也是亲的，照你这东拉西扯，前后颠倒，真到底呀！大人，好。是一母同胞一胎所养你，我听周老太爷说的。我父亲在何处？周老太爷与是老太太已在后边，骑马坐轿，啥时就到。哎，大人，这样周老太爷与陆老太太的轿子齐到矣吗？将狗官暂且带下人一腿呀、啊！你我弟兄一同出营。这个门里边是玉琼。
想法无意给世人。拜拜，老父。
妈，你那姐姐可有下落？我姐姐现在这里。爹爹，孩儿因与家乡子女结亲，他们都在这里，唤他们出来拜见二老。身后，身后。妹妹快来，姐姐快来。才来迎，送来公文一绝，请大人观看。呈上来。在舞台下，舞台下来见。参见大人，舞台仙，这是光文一绝，拿去观看。观丢的模样了。舞台仙，往上。大人，你糊里糊涂。此棋下书本上几句荒诞不经的记载，便拿来叠写人情，愿望百姓。孟子云：“坚信书则不如无书，近书尚有不可坚信之处，别的书籍有何待说？”你将书上的话，红通正言，不假思索，固执不脱，谬误多端，你回去把你那误扯书慢慢地往明白的念去。
真是百年传经典，老树开新花。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演员的精彩表演表示感谢。大秦之乡北京青年研习社虽然是一个业余的社团，但今天我在后台呢，依旧感受到了他们严谨认真的专业态度。刚才我在后台啊，跟他们的秘书长秦子聊天，我说这个戏难度大，演员多，作为一个非专业的社团，你们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剧目去表演呢？秦子告诉我呀，他们有伯乐有靠山，这个伯乐和靠山呢，就是百年剧社西安艺俗社。我可以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今天西安艺俗社的掌门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上海白玉兰表演奖获得者惠敏丽社长和艺俗社著名小生演员李东峰先生专程从西安来到了咱们中央民族大学的演出现场，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请惠社长给大家说几句。亲爱的各位戏迷朋友们，大西北的父老乡党们，热情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在西营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咱们中央民族大学今天晚上唱响着我们的大秦之腔，在咱们北京多年来长期活跃在民间的一支优秀团队，就是我们的北京研习社。今年也是他们正正推广传播秦腔15年之际，在这儿呢，我建议咱们台上台下的观众朋友们，为研习社长期以来生根发芽于首都北疆，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向以崇高的敬意和热情的掌声鼓励他们。谢谢，谢谢大家。在去年，我们的艺俗社《三滴血》这部百年经典走进北京巡演20余所院校，曾经从国家大剧院拉开了我们的首演季，进入北大、北师大、北京语言大学，咱们的南开大学、人大，还有政法大学，最后一站呢是在北京首馆演出，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我们又从最高人民法院走进了河北、山西、河南等。今年我们又把这部百年经典刚刚在4月份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三滴血》这部戏呢，可以说在1958年的时候，是咱们秦腔这个剧种首部的黑白电影。在高科技时代，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需要这样的新锐的艺术手段，激活我们的古老的大秦之腔。也在下半年，我们这部戏呢，也就会向咱们的观众来做一汇报。今天晚上呢，研习社全体演职人员台上台下一盘棋，台前幕后精气神，把咱们的百年经典《三滴血》演出了它的戏味、戏魂和它的戏的精华。在这呢，我也代表百年艺术社祝愿咱们的研习社，祝愿首都的观众朋友们永远支持传统文化，永远唱响我们的梆子戏的鼻祖大秦之腔。谢谢大家。也在这里呢，咱们还是用最朴素最热诚的一种方式，共同来庆贺研习社的15周年，唱响我们戏中的精彩唱段，奏起陕西韩昌县。好，因为我们这次呀一行5人，我旁边的这个李东峰呢，大家也非常熟悉，是咱们艺术社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青年表演艺术家，曾经在《三滴血》里边呢扮演的周天佑。这一次呢，三滴电影
啊，由于这个演的是一对双胞胎要相，所以他这一次呀是一人扮演了两角。导演电影导演说，李东峰呢，你这一次可能是要火一把的，所以咱们也祝愿李东峰啊，能够这一次代表他的这个时代，为我们秦腔做一个哎领衔的这样一个率先垂范的作用。其次呢，我们的伴胡也是我们艺术社的优秀啊伴胡啊演奏师张磊啊，给大家致意啊。还有司鼓是我们艺术社的优秀青年司鼓王自强，还有一样乐器是大家非常熟悉，为什么秦腔叫黄种大绿，那就是大伎乐啊。那咱们的脑伯啊，这个军力也是我们的这个艺术社的一员老将啊，可能去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传统文化滋养着我们，乡音乡情温润着我们。我想今天晚上的成功演出必然要感谢研习社社长咱们的刘翔，还有咱们的秘书长晴子和所有的演职人员们，他们在传承方面谢谢啊不遗余力无论是这15年在任何的环境下都没有间断对秦腔的这样的一个赤子之心。我把这一束花呢送给刘翔啊，好，谢谢刘翔啊，哎，传承的非常好。其次呢，我们艺术社呢也为此次的演出活动呢来增上了我们的一副墨宝啊，百年景点昌相精华，也由衷地感谢咱们中央民族学院具有55年优秀历史的这样一个厚重的院校，接纳了秦腔这样一个聚众，也从此呢，研习社也弥补了百年艺术社去年没有走进中央民族学院的这样一个遗憾。也同时呢，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共强共建，把咱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让各民族的学生们更加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好的，谢谢惠社长，谢谢李东峰先生，也谢谢各位表演的演员。果然是百年经典，百年传，百年精神，百年魂。今晚的演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真切地希望百年经典能够继续惊艳时光，秦腔艺术能够延续风骨。朋友们，再见。
再见。